底下的倒掉。有道理。怎么了？是吧 ？Say goodbye。今天在河里把指甲全部都泡软了。实在闲的欢迎神鬼预言哥，实在闲的我们就吃个馒头。这个锅里还真的有一个馒头的。有人说，说只有谁知道？为何苗族一千万人是少数民族？生病了，哦，可能是他们那边人少了。这是哥，我是妹妹，再见。以前不叮嘱你也没看到你失误，自从每天叮嘱你少放点盐之后，就天天都要放这么多盐。你是怎么做到的呢？不知道，我感觉我放的很少。难道还是你？明天我来下厨啊，家人们，明天我来露一手。明天你拿手机，我做饭。可以控制，对呀、啊，用袋子倒不容易控制，找个容器把它装起来。话说那些鱼咋办？啊？那些鱼？那鱼就养到明天再吃啊，明天做烤鱼。是有氧气瓶的吗？还是有两只过世，有点什么？有两只过世，过世就放冰箱冰冻啊，或者煮了喂猫猫吃。袋子先倒再铲子。对，我也觉得，下次你倒盐时要不先倒在锅铲上。欢迎心里只有一个他哥。陪我一直到老，但愿头发，可是那是承诺，怎么就变成了谎话？我牵过他的手，也摸过他的发，见过他纯白，去吻过他脸颊，他躺在我身边和我一起开玩笑，就当我这辈子娶过他的吧。我见过他送人，也说过我爱他，和我同一天生，想给他一个家。可命运太残忍，爱情挡不住风沙，不能懂得来世再去他。明天我们的网线到了，可以试着牵个网络过来，信号可能会好很多。为我穿上婚纱，陪我一直到老，白了头发，可是那时的承诺，怎么就变成了谎话？我牵过他的手，也摸过他的发，见过他纯白，去吻过他脸颊，他躺在我身边，和我一起开玩笑，就当我这辈子娶过她了吧。我见过她送人，也说过我爱她，和我同一个生，想给她一个家。可命运太残忍，爱情挡不住风沙，不能拥有来世再娶她吧。我牵过她的手，也摸过她的发，见过她纯白，去吻过她脸颊，躺在我身边，和我一起开玩笑，就当我这辈子娶过她了吧。先两个你说什么？网线买了100米，买的是100米的，
欢迎探路子阿哥，好久没见探路子阿哥了。探路子阿哥，晚上好啊。买的是100米的网线。绕上面，绕顶上，跟电线缠在一起，安不安全啊，小奶哥？你知不知道跟电线？如果把网线和电线缠在一起，安全吗？看网线是不是双屏蔽？哦，不知道怎么看。不行的话，我就从对面那棵树绕到这边的树上，强电弱电分开。对，我就怕引发那个电灾或者火灾，就很怕。钟杰阿哥也不来点点舞或者办张卡支持一下，我都没有，我都不太好意思跳了，我觉得大家可能不太想看，办卡点舞都没有人点，我觉得大家可能不太喜欢看我跳舞，真的，我们还是跟随大众一起吧。对，那我尽量不一起吧，100米。100米，因为还要高高低低，还要绕树过来，因为有个马路，你不能贴着地。钟杰阿哥，那时候还有琼斯哥喜欢看我跳舞，偶尔给我过过任务，刷刷礼物，我们还是很有那个。感觉就是有人在支持，还是很有耐心的。现在就是怎么说呢？大家可能都不太想看跳舞之类的，想看跳舞都去舞蹈区了。因为我们在这里就是办卡点舞都没有人点，所以我们要跟随大众的思想，大家喜欢看什么我们就播什么算了。网线里面是单铜线，没有加强筋。感谢康龙阿哥。容易断，断了就浪费了。谢谢安康龙阿哥的小画家，谢谢。感谢安康龙阿哥。对，要绕树，但是我们要在树上打结才绕哦。谢谢爱看华哥。对，要从对面马路拉到这边马路来，别怕断，断了就浪费钱了。我尽量温柔点吧，不打结了，绕圈就好了。对，拼夕夕拼来的，50多块钱买了100米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线哦，问卖家，价格就是50几块钱买了100米，大概是什么线？
太便宜。那一般多少钱呢？是女线吗？女线是最差的一种吗？不会吧，这么坑。欢迎柠檬魔女，千兆网还要分网网线而已，网线还有兆数之分。牵线不耐腐蚀，哦，那好像挂在外面风吹日晒的岂不是很危险？欢迎林青儿夜夜进入直播间。5年10年没事哦，那我就放心了。5年10年后有钱了，要换点好一点的就好了。去倒杯水喝一下。不过偶尔吃点咸的也可以，偶尔吃点咸的它就超5类400兆，6类4000兆。这位阿哥好像特别懂。对，要从老房子那里迁到新房子这来。贵州广电网络，不过偶尔吃点咸的，喝水倒是挺舒服的，能喝很多，因为平时我都不爱喝水。什么？炫子什么？哦，雪糕啊！我刚好吃饭吃的特别饱。欢迎独家记忆。欢迎易梦哥哥，来我们一张饭卡，5个S吨，一张饭卡2个俯卧撑。欢迎杯杯杯杯进入直播间，欢迎往事不堪回首。点我一张饭卡。你们要说这种大话，一张饭卡10个，你知不知道刷10张饭卡那可是100个啊。欢迎林中菜鸟阿哥，谢谢林中菜鸟阿哥的办卡。林中菜鸟阿哥说你点 S 盾还是俯卧撑？欢迎苍天佑阿哥进入直播间。对，林中菜鸟阿哥，你想看5个S吨还是2个俯卧撑？唐天帮我递一杯水。要半杯就可以了，谢谢。欢迎漠北的熊。林中菜鸟阿哥，你想看 S 蹲还是俯卧撑呀？欢迎祖国的花朵进入直播间，谢谢你。或者想点歌也可以哦，谢谢夜梦哥哥的荧光棒，谢谢，感谢夜梦哥哥。夜梦哥哥这几天在哪里呀？哎，先
电台哥跟我问了一样的问题，夜幕哥最近都在哪里啊？到十千去了哦，十千温泉，同人十千。我有一个朋友就嫁到十千，那会儿我还去，就是2020年的时候，我还去做了伴娘，我也有幸到过十千。对，十千有温泉，欢迎曾经过来，在那边要待多久啊，一木阿哥？呱呱，来看个镜头，给大家打个招呼，嗨，我是呱呱，瓜子脸的呱呱。对，那边有温泉。夜幕阿哥还要在那边待多久呀？半个月哦。哇，外面有车一经过，我们家狗就太激动了。欢迎三号 M 果 Y 进入直播间，欢迎转眼是流年进入直播间。我们吃完了，去信号好的地方吧。这里信号好一点，这里靠近门口，信号要 OK 一点。谢谢一木哥哥送的清凉风扇，谢谢，感谢一木哥哥刷屏的风扇支持，谢谢你一木哥哥，大气，恭喜一木哥哥喜提十个阿妹。一木哥哥本来跟我有一面之缘的，谁知道他们不做这边的了，不做这边的建设规划了。凉快了，凉快了，清凉风扇啊！真的天气太热了，谢谢应梦哥哥。谢谢我们应梦哥哥的支持。凉快起来了，开始凉快起来了。欢迎半电半醒半成醉阿哥。谢谢你一梦哥哥。一梦哥哥想听的歌吗？是的，差点都把阿妹拐回家，有可能来这边起码也是半个月的工作时间，搞不好我们就处处感情了。欢迎骷髅龙进入直播间。想我今年也是24岁的人了。欢迎小磊的主人阿哥进入直播间。我现在，当年我开播的时候我还是个春花，现在的我已经沦为剩女，苗疆剩女，大龄剩女的那个剩。欢迎 ID 哥哥进入直播间。ID 哥哥晚上好呀。我们家养了三个猫猫，三个狗狗，全部都是女孩子。我们家里以前就我一个女孩子，后来又多了三个狗狗三个猫猫，然后还有堂弟，唯一的一个男生。欢迎那年也是深情进入直播间，欢迎王慧达回来，欢迎弟弟进入直播间。今天又喝起了，对，今天又喝起了，今天叫我堂弟珍惜。对，艾迪哥哥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不，我说我打出来的这一瓶搞不完，真的又不能倒回去了，仙台哥说建议不要倒回去，所以我的目标就是搞完这一瓶啊，昨天没搞完被救了，而且昨天我居然没有事，我除了今天就是睡了个懒觉，醒来之后依然还是肌肉痛啊，然后我贴了那个，这个是前几天俯卧撑接俯卧撑做下来着的，但是不影响，昨天我直接觉得就是毫无感觉，可以这么说，昨天喝少了，今天歇一歇吧，可歇可不歇，今天也没有什么反胃的感觉。
这么舒坦。对啊，就是今天没啥下，没啥菜，没啥下酒菜，知道吗？今天他没啥下酒菜。好的，一木哥哥，有空常来啊，一木哥哥。一木哥哥遗憾了，都没能来我们这边一起品尝一下我们苗疆米酒。欢迎盛思木幻进入直播间，安迪哥哥，你的酒量怎么样？安迪哥哥，你的酒量怎么样呀？不喝酒啊？摩托是真不错，来，给你骑一圈。对啊，不喝这么客气，不是客气，是酒精过敏吗？还是怎么的？因为现在就是说，好像基本上都没有不喝的，但很多地方都是以酒待客，而且大家聚在一块就喜欢喝点小酒，陶冶情操。这个摩托车也是我努力了一年的积蓄，然后最后买下的一款摩托车。确实很不错，虽然现在不骑了，也舍不得卖出去。虽然卖出去我又有一笔收入，但是我觉得只要我还能坚持，春风的国产春风，国产里面春风算是比较就是说靠谱的了。其实摩托车我也不是很懂，当时是没买的时候我还没有去了解过这个车。对，这个车我当时很宝贝的，你看它身上蓝色都是我自己买的油漆回来刷的。不要问我为什么不拿那油漆去工厂里做，因为太贵啊，200块钱一个轮胎，然后我买了20块钱一瓶的油漆，我就把它全部刷成这个色。人家楼下这样看到一辆杜卡迪没有20万下不来哦，杜卡迪真的。对，你看，看到我屏幕里的杜卡迪了吗？对，这个杜卡迪原来是我的梦想，这个是白色的杜卡迪，太漂亮了，当年我也很喜欢，但是我们就是说力所能及，就只能来购了 一辆这个叫2020年的新款，叫春风 SR250。 对，很漂亮，这个车车我骑起来的时候，当年也是村头正上一枝花，真的超级帅的。然后我表姐就看到，我就怂恿我表姐，因为表姐一直说这车太好看了，我就怂恿她也买了一辆，然后她也买了一辆，现在卖出去了，她现在嫁人了，就把车卖了。而我是不会卖的，将来我要是嫁给 ID 阿哥，我就带上我的嫁妆一起去啊。我说如果啊，就打个比方，我要嫁给谁，我就把我的嫁妆都准备好了，我的猫拖车，还有我的三只狗、三个猫，全部都是我的嫁妆，还有我的所有的直播设备，我的车、电动车、烧油的车，都是我的嫁妆，我自己给自己准备的嫁妆。我一年要买一个大件。19年直播时候买了个电动车，2020年我们买了个摩托车，2021年买了个这个小车。摩托你看行。对，我今年的愿望还没想好，不过今年自保都有点难啊，愿望就不提了。我今年的愿望是看海，但是可能有点难。欢迎月川哥哥，欢迎红轩，摩托你看行。对，艾迪哥哥，今天我们不喝酒，我们也可以升升牌子。之前旁边的创业园看到一辆哈雷猛，对，哈雷的话坐高会比较矮嘛，对不对？哈雷其实也是很可以的，骑哈雷的车气质又是另一种气质了。我没什么气质啊，我单纯的喜欢摩托车而已。哦，就超级大，那可能是买的那个型号是大。哦，我不太懂太子车，不太懂哈雷，我比较喜欢这种防晒的。欢迎亚军哥哥进入直播间，所以跟我聊这个防晒的我肯定就来劲了。
但是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种干净的颜色，白色、蓝色什么的，这个白红的我也特别喜欢，这配色我都特别喜欢。欢迎下雨天了进入直播间。喂喂喂喂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喂喂喂喂，怎么又没声了？是不是没电了？喂喂喂喂。对，哈雷就看起来壮，我也喜欢看起来比较炫的。本来就是买个正常的摩托车，买个拉东西的摩托车就好了。但是我一去到摩托车市场，就是摩托车城，我一看这辆车，我就坐上去惊呆了，买，马上订车，然后就订了。这个车当年是2020年新款，只有样车在那，然后订了，等了一个月。欢迎天道孤城进入直播间。我觉得我还算幸福吧，就是人生中这几年都能把自己就是喜欢的东西都能靠自己的努力，然后靠大家的支持，我们就是越来越好。以前看摩托车比赛就觉得很酷炫，对呀、啊，以前小时候我也刷到，我就觉得很酷炫。但是我以前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自己会骑车，因为这个车说实话不太好骑。对呀、啊，特别是那压弯的、啊，哎呀，还有那骑行服真的是越看越好看。但是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自己会骑上车，然后穿上骑行服，然后去压弯跑山。欢迎功夫熊猫开车阿哥。对啊，我都没想到有一天我居然也会有钱了，买了一辆自己的机车，买了一辆，对，就是安全性低了，买了自己的骑行服，买了好看的就是安全的头盔，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我从来都没想过我居然会有这么出席的一天啊！这是我们村最贵的一辆摩托车，虽然20000多块钱，但在我们这边就是消费呢，就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得出这么多钱的。欢迎梦想和现实的对比进入直播间。对，超级好的，超级幸福，我也是个很幸运的人。然后就是2019年做了直播，让我们的生活还有身边人的生活越来越好。就是大冰箱用上饮水机了。一夏天的风，天上的星星，哇，快十点了，知足，人懂得知足，方得长乐。对，房子也是自己家修的，下面有个修房记哦，这是修房日记。要怎么拥有？如果你快乐不是为我，众筹三星啊，哥哥们，哥哥们今天能不能众筹三星？对啊，比以前那个屋子强多了，现在我们的场地都很宽敞了，对不对？原来那个屋子就是真的很窄，感觉就有点无处安脚了，现在对比一下的话。欢迎男神进入直播间。对，木房有木房的优点，所以我们要保留木房。欢迎龙胜一哥哥进入直播间。谢谢龙胜一哥的荧光棒，谢谢。谢谢大家。好想过三星。谢谢王一文阿哥的荧光棒，以前那个炉子也太逗了，管子还会掉下来，现在也会，但是现在我们不用管子，那个管子直接就是掉下来，然后它就那啥了，断了，它已经腐烂了，不耐用，然后呢就现在就放在我们家门口烧，不用管子，直接在户外烧，就不需要管子导烟出去了啊。那个炉子依然搬过来了，也搬过来了，跟着我们一起搬过来了。我们家狗很搞笑的，我们家狗自己搬过来，我们家狗把那个什么那个它的碗就是自己叼着过来的，我家两只狗真的是笑死了。欢迎魅力襄阳。我们家总共有三个狗，有一只狗好
好像有点见外了。我这几天播的挺稳定的，是的，龙生一哥哥，记得每天来深圳牌子哦。欢迎维尼进入直播间，就想冲一波三星，我们冲！来，一张饭卡，两个俯卧撑，一张饭卡，五个 S 蹲。你应该录个视频，挺好看的。录个什么视频啊？打折了，贱卖，对，来打折了啊！贱卖 S 蹲、俯卧撑、蛙跳。哎，猫在上面干嘛？啊，等一下换个床单，等一下我换个床单吧。欢迎妹塔利姆关心阿哥，现在不热哦，白天会热，我们这边晚上白天温差比较大，晚上20多度，晚上还算是凉快的，晚上20多度，晚上23度，白天33度。现在当时的天气预报在哪看？现在目前哦，现在24度，24度，阴，24度。然后待会12点就23度，对，挺舒服的，风扇都没有吹。ID 哥哥是哪里人呀？狗叼盆的视频哦，我没有看到，我没有看到狗叼盆的视频，是我妈妈告诉我的。欢迎杏子西西哦，上海的一线城市。之前去贵州玩就觉得不错，对，贵州确实挺好的。虽然我也没有去过别的地方，但是我比较向往有海的城市啊，有海的城市。对，但是贵州这边就是这边地貌环境就是这样子，所以就说山清水秀，所以还算是很不错的。但是作为山里人就想去看海，海里的人就想去看山。对哦，眼睛有点大了，是飞虫子进去，最近天气热了，然后就有很多小飞虫，我一骑车只要不戴眼镜啊，那个虫就会飞进眼镜里去。对，大小七孔是好像是什么世界的蓝绿宝石之称的一个地方。欢迎三哥洱海，算不算海？洱海是海吧，洱海我都没去过。谢谢龙生一哥哥送出的饭卡，谢谢龙生一哥哥。来 S 蹲还是俯卧撑还是点歌？千户苗寨没去哦，千户苗寨呢也很值得一去，但是很多人都说去苗寨特别坑，那是因为他大家消费的话才会被宰，不消费的话就可以了。然后吃东西可以在美团上找评分高的好吃的，就不容易踩坑，知道吗？堂弟在那边给狗做饭呢，帮我给狗做饭，谢谢龙生一哥哥。对，去也可以感受一下苗寨。那里很多人都把门面，我是贵州凯里的，就是西江千户苗寨那一个州的，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，黔东南州，对，黔东南州有16个县，然后西江那边算是雷山县，我们这边算是黄平县，一个在市里的左边，一个在市里的右边。酸汤鱼啊，不是酸菜啊，我们这边是酸汤，是用汤来做酸的，不是用酸菜做酸的。对，有机会到凯里不要忘了联系我阿弟阿哥，我要请你吃羊瘪火锅。对，还有特色羊瘪火锅，这道菜我一直在等着直播间哪位阿哥来了，我要请他吃羊瘪火锅。欢迎亚
亚军哥哥，生的羊饼，凉拌羊饼，那是羊饼，羊饼汤，那个是羊饼，你来了就知道了。感谢龙生一哥哥的小樱花，我们留着风出去玩一玩好不好？我们这不热，我们这不热，我们这前些天热，这几天下雨了，已经很 OK 了，数字哥哥，我们这边已经不热了。留着分我们玩。Hello， 小姐晚上好。对，贵州这边下雨了，我们河里发大水了，很凉快，20多度。啊，你们家上分了，小姐你订过程吧。谢谢 ID 哥哥，真的能吃，很好吃的火锅。羊饼店在我们这边都已经很，对，可以站起来。好，那我们过程浅蹲。我在家里，这是我们家新房子还没有修好，看着就像那个毛坯房，就这样的。不是看着像，我们家现在就是毛坯的叙利亚风格。感谢龙生一哥哥送的小樱花，谢谢。上次吃的那个没有吐啊，摩托车是真的，摩托车是我的爱车。谢谢亚军哥哥，然后出一张吧，谢谢，出了出了，感谢经典亚军哥哥，出了来信。我们买个遥控伸缩杆有没有？对，又是冲一波三星哦。这么快吗？这么多马车，还是说马车是个什么礼物？这么多分？哦，炼金的马车。对，摩托车还可以，我们车人手一辆。欢迎大青蛙，感谢杨老板的鱼丸，我好久也没见过这些大的礼物了，一个飞机我都能泄出超火的感觉。谢谢杨老板的鱼丸。对，狗子是自己家的，三个狗狗三个猫猫，养了三只狗三只猫，这样就不孤单了。对，三狗三猫，欢迎老乡。对，我从三星任务。饭还有运动。
欢迎背影无风，欢迎冬姐阿哥回来。推塔时间要到了，我们能不能再冲一冲，家人们？帮阿妹冲个三星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再冲一冲三星，又是努力冲三星的一天。欢迎王一文阿哥回来。不管输了赢了，我们冲一波好不好？我们冲冲我们的三星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对，罐头好像也好久没打卡了。嗯，少侠榜上留名。好，谢谢。看到了，梦想偷发现。小姐姐，你有银头饰吗？当然有啦，作为一位苗族女孩，这是必须要有的呀。对，手机又放来了，有的哦。哪天三星过了给你们戴好不好？哪天三星过了给你们戴银头饰，穿苗族的盛装好不好？谢谢关注，谢谢。欢迎暗夜神使。对，鱼吧好像还有照片的吧？欢迎新刚，欢迎拉这个直播间的。欢迎酷然阿哥，谢谢酷然阿哥的荧光棒，恭喜升级。欢迎速冻一饺子。小姐姐，你播了多久了呀？哦，欢迎 ID 哥哥回来。好久都没有看到摩天轮了，大家最近有没有抽幸福券呀，各位家人们？幸福券怎么样？谢谢关注，谢谢。谢谢阿哥的关注哦，明天晚上，对，我们这边风景不错。下午每天下午五点开播，大家记得来。下午五点开播户外，我们去河里捕鱼哦。我是苗族小鱼妹。谢谢阿哥的关注哦。你喜欢看苗族服装的话，明天晚上我们可以安排起来，有空去旅游可以的，没空的话就常来直播间挂挂，啊，常来直播间，带你领略贵州山水。旅游啊，拉动 GDP。对，我家狗子真帅，你在哪看到我家狗子？在哪看到我家鸽子了？黑条纹的哦，那只黑条纹的，长得像狼一样的是吗？那个是个虎斑犬，打猎的，带它去山上打猎的。但是我们上山基本上没信号。
有合力旅行好哦。好，那我们走了，小姨姐，感谢连麦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就是每天我直播这样子，他们就会守在我边上，然后呢，只要边上有人一过来或者有人路过，他们就会出去，然后我就知道有人来了。反正他们就是养狗很安全的。养狗的话，感觉特别有安全感。有蚊子，但是不咬人哦。你觉得我养的狗子有点多？对，没有办法，缘分到了。就是吃得多，对，吃得多这么是个硬伤啊。狗子吃得多是真的，每个月都要买100斤大米，每个月都要买100斤大米。蚊子不咬人。不是蚊子不咬女人，我堂弟反倒是一直对房子才盖好哦。我们家房子才盖好，所以现在是这样的。要是喜欢主播可以卡个牌子支持一下哦。最近是上山找菌子最好的时机，前几天刚下了雨，这几天就是天气这么热，一定长了很多的野生菌子。然后我们就是说带上狗一起去山上找菌子，就可以狗就可以，狗是猎犬，它就会看到很多神奇的动物，但是抓不到啊。然后呢，但是就是没信号，不能直播去，没信号是真的很无奈啊。欢迎深山大咖，杀得光光进入直播间。说句不好听话，你家狗怎么比人吃得多？这是什么不好听的？挺好听的，这就是实话。我家狗吃的比人多，我一顿吃个一碗或者半碗。我家狗一个狗一天吃三顿，一顿 一个狗吃一大盘。吃了菌子会发生云南那种情况吗？看得见小人？不会啊，吃菌子要有三熟，那个什么煮的要熟。欢迎福雷阿哥，去医院的路要熟，还有一点是什么要熟忘了。福雷哥哥晚上好呀。看不见小人啊。
那个主要是人胆子大，对他们喜欢创新。我们这边是吃认识的菌子，我们找到不认识的菌子是不会随便吃的。比如那个红红闪闪白杆杆，我们这边就是颜色鲜艳的都是毒蘑菇，还有就是没有虫蛀或者没有虫咬过的痕迹的也都是毒蘑菇，就长得很完好，边上的东西都被虫蛀，但是它长得很完好，这个也是有毒的。谢谢奥特曼哥送的荧光棒，谢谢。欢迎鲨鱼奶奶进入直播间，欢迎大家。想要过个三星，大家都跑光了，太难了。哎，第二个今晚要不要整点什么活儿？咱们冲一冲三星好不好？哎，第二个平时喜欢看什么直播？欢迎邓邓阿哥进入直播间，抓住 ID 阿哥一根救命稻草。 ID 哥哥，你就是喜欢出去旅游吗？谢谢邓邓阿哥的车队加油卡，谢谢。阿哥一直来，我欢迎他欢迎了一年了。对，用户阿哥进入直播间，但是从来没有聊天，因为他很少扣弹幕。习惯性的想你的需要，不知你现在可好，换你一个微笑，我愿为爱祈祷，愿永远做你的依靠。主要现在出不去，哦，那挺好的，很会享受生活，很会生活。欢迎小小小梦进入直播间。
好，苏打就干，罗雷就干啊。七千山万水却迷了路，千辛万苦的付出早已放弃了归路，爱到深处却只剩下无数，换一座上空一个人的幸福。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一点哦。大家不想听歌的话，那我们就放回歌啊，给大家放一首好听的歌。不想听我唱的话，我们就放吧。这样就还是原唱好听。感谢 ID 哥哥送的饭卡支持，谢谢 ID 哥哥。ID 哥哥有什么好听的歌分享一下吗？欢迎小磊的主人进入直播间。我们村里的人最喜欢听那首。那首叫什么歌来着？叫《爱情鸟》。艾迪哥有机会到贵州玩，我们去吃羊扁火锅。羊扁火锅是我们这边就是特色，那是真特色。郁可唯的他不懂。只有现场版的吗？是蒙面唱将吗？现场版的，我们听一听。我还没有听过这首歌，谢谢 ID 哥的好歌分享。对，先吃羊扁，羊扁是特色。欢迎一瞬间寂静安哥进入直播间。主播衣服里面穿没穿呀？穿了，穿了两件啊，里面穿了两件，外面穿了一件。哦，我懂了，这首歌以前是张杰的，他不懂。那首他不懂你的心，假装冷静。他不止一次骗了你，我觉得你正在为他伤心。他不懂你，就为啥一定要吃？因为那个是特色啊 ，ID 哥哥。外面就是大家从外面过来，就是不太没有吃过那个东西，只这个东西只在我们这边有卖。所以一定要品尝一下。就觉得很特色是吧，很特色，绝对的特色。摩托车是春风的，春风摩托，春风摩托，春风给了你多少广告费，我被纳尼给两倍。欢迎东杰阿哥。难以接受吗？难以接受，那就不能勉强了，那就换。你一定没吃过我们贵州的麻辣烫，一定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吧？柚子不是我们特产，我们这边啥都不产。说的那么动听，他不止一次骗了你，我
坚决的你在为他伤心，看不懂你的心，假装冷静，他不懂爱情。你酒精过敏吗？还这个哥哥他不懂透明下着坚持，除了对不起就欢迎夏天与夜草。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，只是心250排量的，能代步就 OK 了，代步又好看，就是这辆车首选。不是，但确实是身体原因。哦，那没关系的。看我在柚子，哦，不是特产哦。对，自己开250不错了啊， OK 了，又省油又动力又足了，够了，足够了。我们这边的柚子很酸很涩的，我们本土种的什么东西都很酸很涩，李子也是，桃子也是。对啊，500的也太猛了，真的太猛了。500以内的嘛，500以内。本来想买那个尼加400，那玩意50000块钱，谁有钱买？你都开这么大排量，250不大了，150的话感觉又太小了，250主要是好听，我就喜欢这个数字，我就喜欢这个数字。而且它配色很好看，这个轮毂是我自己上的色，还可以吧，那个防摔杠也是直接上750的，排量太大了，在我们这边又不能，就是没有像你们上海，就是或者是江苏地区，就是江浙沪一带有那种平很长的马路，我们这边可是没有的，我们这边是这样的，啊，你有那个排量大，你都用不起来，用不上，知道吗？很难受的，在这边只会烧，只会烫。我们村每个人都骑哦，我们这个村是因为代步需要，电动车我也有，但电动车上坡不太行。我这个摩托车是我自己刷的漆，我表弟他们的摩托车都被我刷过漆。上海禁摩，哦，牌照300000啊，高消费。这个不是国产150，这个是250的春风250，春风250。对啊，上海禁摩那就没办法了，禁摩的话是真的没办法。哦。对啊，门槛太高了，上海骑摩托车。我们这边就是男女老少都有摩托车，只是摩托车不一样，我这种是属于那种机车类的摩托车啊，但是我们村也有骑那种摩的的也有。为什么不买日本的？怎么说呢，我们这边摩托车没有卖日本的。欢迎猎人哥哥，我们村每个人都有摩托车哦，尼甲 H2 啊，买不起买不起，都没啥差的车，川崎雅马哈都属于差的了。哦，帕拉赛，对，250的小排量，女生骑够了。我们这边城市也不禁摩，市中心禁啊，市中心看到罚款的。谢谢猎人哥哥的分享，谢谢。谢谢分享，谢谢，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。新进来的各位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主播依然是来自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苗族小美，每天下午5点开播捕鱼，大家记得来哦。我们这里应该适合公路赛，
我们这边其实比较适合越野车，你知道吗 ？SUV， 小轿越野，越野。加了微信，可以的，只要你觉得想跟我交朋友，我们直接加微信就可以了。我家没有姊妹吗？有个弟弟，有个弟弟。公路赛就是高赛，我们这边都是弯道，不太安全。对，发鱼吧，你给我看，发鱼吧，这鱼吧发了，我去看。欢迎斧王岛上放烟花进入直播间。欢迎一口辣进入直播间，欢迎香野良辰哥。对，我骑摩托车老帅，我这膝盖上都是伤了，这些还有这些这些都是伤。对，后面那个是我的摩托车，我特别喜欢蓝色还有粉色，但是没有粉色的车卖，要自己改色。你家新房给你弟盖的吧？没有啊，我们全家人都住啊，不是说我们这边不是说盖房给谁盖啊，大家房子一起住的。对，春风250哦。嘉宁，我不知道啊，不是没听说过。对，我这边是贵州，也不是重庆。欢迎和善而坚定进入直播间。因为有我弟才会盖，不是因为有我弟，我弟又不住农村。这个房子是因为我们家就是2019年的时候，大家就商量一起盖的，再不盖过后就不让建房了，知道吗？2019年就占了个地基，然后就慢，大家一起慢慢挣钱，然后慢慢盖上来的，自己家里人自己盖的，所以盖了很久，盖了很多年。贵州到湛江，对，太远了。三大巨头。今天跳水还没有洗头啊，待会儿我们要烧点热水洗个头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早点下哦。对啊，坐高铁。不过也有点远，1000公里，那不是要坐6-7-8个小时？没有高铁，关键是没有高铁。
江没有高铁站吗？两天才能到，太久了。欢迎亚军哥哥回来。哦，要到广州才能转。哇，湛江我听说好像是蛮大的一个地方，怎么没有高铁站？今晚什么节目？今晚办卡，一张办卡5个S吨，一张办卡2个俯卧撑。阿哥随便点。欢迎 ID 哥哥回来。今年亚军哥哥，你平时都喜欢看什么直播呀？夜已沉默，心事向谁说？欢迎小偷公司进入直播间，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。晚上好，各位，欢迎风铃哥哥。大家没点过关注的，记得把关注点一下哦。啊，有机会到贵州我骑车载你。谢谢风铃哥哥的小画家。等一下，风铃哥哥，我们在匹配中，10:40了。Hello， 晚上好呀，小哥哥，我换个女生吧。你也换个女生啊，拜拜，不好意思。不是，我们都找女生玩比较好玩。拜拜。过来玩了，开海了，谢谢风铃哥哥送的小画家，谢谢。这么晚还没睡吗？我跟男生连麦，我脸红，我面红耳赤，说话结巴，心跳加快。我是女汉子。不是，我见到男的我很羞涩的，就是有一种莫名的尴尬。那你们要问我为什么遇到100级的时候你就不说要断呢？有时候不好意思断。再一个点就是，就是想努力一下，能涨一个关注算一个关注，对不对？就是又是小羊努力的一天。我是女汉子。Hello， 小姐，晚上好呀。对，我是来自贵州的小阿妹。你是哪里人呀，小姐？嗯，哦，欢迎三秒啥意思？我们待会过程有腰吧，如果上身的话。哎，站起来运动了，成王哥。对啊，我一直都很想看海，很想出海，真的。我今年的实话说，我今年的梦想就是去看海边。QQ 条没开，开了吧 ？QQ 条开着的。对，我们家哥哥好像对没刷新过来，有几个直播过来一起做无人岛生活。感觉好好玩的意思，但是路好绕，待会我下播我看看。对，平时会的，如果我播户外的话就不会，如果就是在家一般也会穿，但是最近太热了，我觉得我自己扎着头发都觉得很热，我再戴那个帽子我会觉得太热了。要淡水卡了，刷新一下亚军哥哥。欢迎七宝图哥哥，好久不见。出海，海鲜，无限海鲜。对，我在家里播。谢谢，感谢风铃哥哥，风铃哥哥出手了，感谢我风铃哥哥的小画家刷屏，谢谢。谢谢谢谢，
今天头发都还没干，待会下播再洗个头。谢谢谢谢。对，我是手机播的。谢谢我们风铃哥哥，我们再凑出个十分好不好？自己到海里找海鲜，对，我带上我的抛网。海里能用抛网吗？对，去我家吃河鲜也可以。去我家吃河鲜也可以，我们这边有河鲜。是不是有个对方的麦克风那里也要拉满？难道是因为我手机问题，所以可能听得比较小，或者是你的监听就是听到歌声太大了？欢迎叶黄。对，我在我们这边大不大？欢迎醉醉进入直播间。不是，我想问你，难道我看起来很胖吗？也还行，对，反正我至少不是个胖子，不要再说什么什么什么，天天跟我说美颜。欢迎瑞瑞，谢谢瑞瑞的大气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就扩胸吧，我们玩坐着的。开大船却不能打到四个小时，哦，有信号吗？哦，对，我们家这边有狗，就是门口有人路过，狗就会去叫。对，我们这边夏天就青蛙叫还有狗叫最大声了。谢谢，感谢我们风铃哥哥再次送出的小画家刷屏，谢谢，出一张卡吧，拜托了。谢谢风铃哥哥，谢谢。谢谢谢谢。没截到符，没出卡。对，居然不出卡了，可能是你刚刚太幸运了，刚刚今天刷出卡过。来我这里领养，有需要养狗的来我这里领养一下吧，我暂时不太想养了，我们家三条狗实在是吃的太多了。都是田园犬，对对，就是颜色不同的田园犬，因为他们都吃饭，换做宠物狗它是狗粮，狗粮多少钱一斤？便宜的不好。感谢风铃哥哥，谢谢风铃哥哥的小画家。这样内卷厉害。对啊，各种几率都很低啊，各种几率都很低，我发现。就是如果你抽中了一个浪漫花束，那过后你又会把那个你抽中的那个给填回去。直播间今天大哥200元，一次才出两个，那太惨了，到我了，小姐姐。感谢九九支持阿哥的荧光棒，谢谢。对啊，暴率感觉都很低。欢迎喝酒的大宝，谢谢风铃哥哥，感谢风铃。哎，终于出一张卡了，不容易啊！终于出了一张卡了。你说什么，小姐姐？
就是用那个斗鱼直接开播啊。对，就是手机，然后就点进斗鱼，然后点开播那里。前几天幸福卷很不幸福，对，幸福卷很不幸福，很多蟹，对，我们村的螃蟹都被河冲走了。它不是海南，是那个广东，广东。广东湛江，海南的夏天白天就在屋内，那打工人怎么办？现在大夏天的去三亚。前天抽1500元不足，后天充1000元才出三个，太低了，以后铁皮吧，以后直接铁皮吧，太难了。感谢风铃哥哥，谢谢风铃哥哥，感谢风铃哥哥刷屏的小画家。哦，好12个了，依然啥都没看到。欢迎福士林华哥，对，众筹三星冲一冲，海蟹，新斑和石斑，石头蟹，石头蟹，你一个小时能抓150只，可以去那个了啊，可以去市场摆摊了。可以去市场摆摊了啊。那我们走了，小姐，感谢连麦，拜拜。喜欢那个，哦，这个东西拿回家能养得活吗？欢迎娇娇小公主的守护神。对，我去帮你卖啊，你去直播抓，我去给你卖，我直播卖，你直播抓，这节目不就来了？欢迎夕阳憔悴，欢迎花样年华。到几点？今天到几点吗？今天要努力到12点，看我们能不能冲一波三星，七宝图哥哥。下午5点开播，播到晚上，播到三星过完，不过三星不下播。石斑鱼搞个大的就发了，对啊，听说海石斑鱼挺贵的，对不对？谢谢风铃哥哥，谢谢。还差一半呢，家人们还差一半。每天5点播到12点，算起来也是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7个小时，7个小时挣30元也太坑人了吧！家人们，我们再冲一波三星好不好？我们一张饭卡。一张饭卡6个 S 吨，或者一张饭卡2个俯卧撑。我堂弟一张饭卡5个俯卧撑，
2019年就看我直播了，海边能播的东西多还好玩。对呀、啊，我也觉得海边是真的，我就特别向往有海的地方。七十元一斤，欢迎稳住就能赢进入直播间。我爱吃海鲜吗？爱吃海鲜啊，但是我们这边海鲜都很贵。对，我只能吃一点烤生蚝、烤扇贝、海鲜粥，这种外卖上也能叫来吃一吃啊。欢迎静果果，好久不见。欢迎用户阿哥进入直播间。2019年都看猎人阿哥的，好像有猎人阿哥的微信。来，猎人哥的微信名叫什么？搜皮皮虾也喜欢吃，但是我们这边没有，我们这边没有皮皮虾卖。对，海南是真的可以的。三线差一半了，家人们，我们能不能再冲刺一下？今天能不能再冲一冲？欢迎粤语哥进入直播间。海货可以卖的，空运不是很贵吗？不过今晚得早点下播，我待会要下播洗个头，我今天跳水那个头发现在都还是湿的呢，今天洗干净明天继续跳啊，全部送大哥，可以的。对啊，自己吃不过来就可以送，其实我也很想把我抓的鱼也送给每日榜一，但是我又想一下，运费太贵了。有的时候上周去海南玩，应该很热吧？现在夏天还去海南玩。到四点不热了哦，那还是可以的。我们这边4点钟都还很晒的。我们这边要到几点来着？到。5点半过后就开始不热了，因为我们这边8点钟天黑，8点天黑。后面的机车借你兜一圈，可以啊。建果果，还要说这么客套的话吗？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了，我的就是你的啊，借什么直接兜，直接兜。只要帮我众筹了3星，车都是你的。欢迎呼和浩特进入直播间。我这个蚊子不咬的人，体会不到。蚊子咬都难受了。对，就说一下微信 ID 叫什么，搜一下看有没有就知道了。欢迎影月福双寒进入直播间。过三星人是不是我的？是。我跟你说一下啊，还有多少是你的？这个车也是你的。这个车也是你的，3只狗也是你的，3个猫都是你的，以后全靠你养活了，静果果，这都是我的嫁妆，我原地结婚，我见过老乡嘛，你是不是以为我不记得你了？头发现在都还是湿的。待会儿
三星要是能过我们下坡洗个头，不能过我们要提前下了洗个头，万一深海鱿鱼，不然待会晚上睡不着觉。要人行吗？别光要人啊，狗也养起来，猫也养起来，车也养起来啊，我现在是加不起油了。这个哦，那你们可以互加个微信啊，凤梨哥哥。村美女，对，乡村小美女。欢迎人生如戏阿哥。原来是找个打工人，不是找个打工人，我已经养不活自己了，赶紧来领。有什么才艺吗？来，我们飞机点舞啊，用户哥哥，可以带弟弟一起开车兜风。不，唱跳 rap 会哪个？唱歌也会，跳舞也会。你三台车也是加不起，准备换个电动车。我也是，我现在都只骑电动车，这个车子已经封存在家里面了。用户哥点个才艺吧，冲一波三星。三台车，我觉得现在还是电动车比较方便，因为大家要问电费不要钱吗？电费我直接插邻居家那里充。对，电动车可以在别人家充电，去别人家借个电充。电池报废不能很大，没有办法，现在不用电的话油太贵啊。对啊，我去别人家接个插线板就可以了，去邻居家接个插线板。对，不知道人家回收的处理的怎么样。好的，恋人哥哥，你把微信发给我。恋人哥哥，我一直给你点了关注，你私发给我就可以了，我下播加你。感谢静波的关注，谢谢静波。对呀，我们一起加。对，我们一起加。对呀，你居然取关我了。没爱了，老乡，今天罚你帮我过三星。有意的小船说翻就翻，我还没请你吃羊扁，我都还没有来得及请你吃羊扁，你就把我取关了。对，发给你，我给你点了关注，但我现在直播不能那啥，不能发消息，你发给我。我下了加你，上次清了一波关注失误。欢迎一万五李元进入直播间，这是李杜吗？欢迎李杜啊哥，没事，你帮我过三星，我原谅你了。就是点我，然后点私信。点我，然后点私信，或者我下播了，我发给你。欢迎大巨哥进入直播间。静果果每天下午五点开播捕鱼哦，记得来看哦。想吃河鲜就，反正离得近啊，想吃河鲜就来吃。想吃河鲜，我为你捕。欢迎五个牛牛，谢谢关注，谢谢。对，我就想问那个抛网的撒海里不？到时候看有官方奖励叫你一下。好的，恋人哥哥，那
我下了之后发我的位给你，如果你不会发的话，下了我发给你。哦，我会用抛网了，到时候我带上我的抛网去好不好？从我家抛过去。你仿佛在对我。欢迎风铃哥哥回来。十一点啦，我们出去玩一下吧。整点整点，提升提升。Hello， 小姐姐，晚上好呀。Hello， 你好，晚上好。卡住了，不好意思，我插着充电宝。好，这样 OK 了。小姐，我们过程，待会儿我们先上分的定过程吧。小姐姐，好，你放歌吧，我这边外放的有点吵。小姐姐，口号挺好看，口红吗？哦，口号色号，口红色号是吗？是不是打错字了？不过我能看得懂啊，我还能看得懂。各位家人们，有没有人上一个666？我们开个局的，欢迎繁花进入直播间。小姐姐，你是哪里人呀？哦，湖北的小姐姐。谢谢，感谢恋人哥哥，谢谢恋人哥哥的小画家啊，谢谢。刷屏的小画家来了，出一张卡吧，20年期了，谢谢，感谢恋人哥哥，谢谢恋人哥哥。我们过程我们扭腰吧，动一动，谢谢，感谢风铃哥哥，谢谢风铃哥哥刷屏，居然没有解冻壶，这么难抽的吗？对呀、啊，这么。黑的吗？欢迎天然使者用开心。太黑了。来换下一位，下一位截胡子。下一位截胡子，又肾亏了。感谢仙台哥，我仙台哥来了，谢谢仙台哥的小画家刷屏，要是再不出就真的是服了。谢谢仙台哥，感谢仙台哥的小画家，大家众筹抽小画家了，抽去抽一个，抽幸福券试一下吧。欢迎步步为营，我好久没看到幸福券的礼物，幸福券了。19年级，20年级了，还是没有出。谢谢风铃哥哥，接下来有请我风铃哥哥。还是没截到活，现在怎么这么坑呢？爆率太低了，官方大大照顾一下吧。欢迎江上烟波人进入直播间。哎，难搞哦。欢迎五五阿哥，总觉得再差一点他就能出来了，就差一点了。欢迎丢了心的木偶。
我衣服是透的，他衣服是镂空的，绝配啊，是不是？我衣服是透的，性感透视装。性感镂空装，感谢仙台哥，谢谢仙台哥刷屏的小画家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又带着小画家来了，让我们出一个吧，谢谢仙台哥。谢谢，感谢仙台哥的小画家，依然没有出，爆率太低哦。冲三星了，家人们！我的家人们，各位宝宝们，冲一冲三星吧！对呀、啊，月底要还又要冲业绩又黑，欢迎静公公回来！冲三星，好难冲啊，家人们！来，救命稻草在哪里？好的，没有退场，我们休息吧。欢迎我站成柳，欢迎最帅的大男孩。200，然后出了一个车，我的天哪！谢谢恋人哥哥送的小车车，谢谢。不用了，我们休息吧。太难了，你们家的哥哥呢，小姐姐？没抽我就跑了，我们家200抽出一个卡丁车车，要是上了我们三星就完成了。对呀、啊，爆率太低了，要是铁皮，我们今天还能过三星吗？200出车后可以抽轮子，然后恋人二哥说：“我再去试试。”欢迎枫叶骑士。这辆卡车有点贵，没有，医药费那得惩罚了才有医药费，过百才惩罚，惩罚有医药费，过百才惩罚，我要求还是很多的。这灯太亮了，辣眼睛。这辆卡车有点贵。点，眼镜是越来越严重了，最近都看不到幸福卷了。谢谢，感谢恋人哥哥的车车支持，谢谢。欢迎用户阿哥进入直播间。适可而止，适可而止，因为暴率是真的低，真的怕，又怕抽不中，又怕你不帮我过任务，你说怎么这么纠结呢？大号62级了，哦，我们猎人哥哥还有大号，好狠。欢迎用户阿哥，欢迎君娜武艺轩，欢迎子文哥。哥哥，我们抽了这么多的小画家，要不要再截胡截胡一波？对，这个号是直播的号啊。欢迎安康龙哥哥进入直播间。来，我们最后的三星差的不多了，家人们。欢迎用户哥哥，欢迎脱离轨道的心。
昨晚没有喝多，昨晚就那点能让我喝多。二号看三十级以下直播的小姐姐哦，还分等级看了吗？猎人哥哥，看来喝米水出圈了。对啊，但是那点不是我的量啊。老胡，那我们走了，小姐姐，感谢连麦，拜拜。欢迎王。完了，我们段位居然升级啊！我居然升成白银了。欢迎翻皮水的浪物进入直播间。这我要是在连到的人岂不是很牛皮？对了，猎人哥，你知不知道这个段位就是多久更新一次啊？每周一更新一次吗？今天周三了，欢迎韩小木。SR 是我的，是我的。那个是我的小车车哦。大主播不好看，对呀，我空有等级，我等级一直在下降，我太难了。对呀，大主播很多都有大哥啊，有老公粉啊，反正就是，哎，太稳定了。车友嘛，欢迎小小女魔头啊，哎，还真的是车友哎，看到你头盔了，你这款头盔以前我也看过。欢迎独影迷情进入直播间。小画家不好出，对。欢迎用 smile 不是一切进入直播间。哇，我们的三星差的不多了，今天能不能筹一筹家吗？三星过了，我们下播洗个头好不好？直播洗头也行。送的车车了，真的，谢谢你。要不我还差很多。欢迎白白呆进入直播间，欢迎大伟阿哥。苗族话就是都吹家嘞。姐姐还是个哥哥呀，欢迎幽默哥用户进入直播间。你那三个礼物要卖了哦。邮费包，欢迎深情的我进入直播间。飞机加三张饭卡，算起来不简单呐。有没有阿哥点点歌的？或者我们冲一波半卡？
一个天池两个气球了，可以卖6000。哦，对，那就卖了吧，这是个大礼物。欢迎心灵砒霜进我直播间。小的抽到了给我，大的抽到了，然后刚好的卖。太厉害了，绝了。欢迎老乡，老乡你好久都没有榜上留名了，今天能给小阿妹冲刺一波三星吗？欢迎胖虎哥哥，我们的三星还差一个飞机哦。左下角怎么了？
左下角咋的了，风铃哥哥？是不是刚刚有个隔过去了？还是怎么了？像很多蚊子，左下角是这边，这边哪边为左下角？蚊子可能是有的，但是不咬人也无所谓，蚊香都懒得点了。这门口这边，这边吗？我的左手边，这是左手啊。这是右手，好像没有错。左手右手，左手右手，这边，这边，噪点吧，应该是。对，应该是天太黑了，有噪点。门口的方向。11:30了，家人们，我们可能要下了，待会儿要留半个小时洗个头才能去睡觉，因为今天我们跳水的那个头发到现在都还是湿的，都没有干，看到没？我们烧点热水洗洗。欢迎善了进入直播间，欢迎承诺。下播前有没有哪位阿哥满足一下主播小小的心愿？我们冲一波三星好不好？直播看了这么久，该出手时就出手。好的，晚安风铃哥哥，晚安。今天过三星，明天依然精彩。有吹风机的，有吹风机的。欢迎星海神秘阿哥，欢迎英文名阿哥。11:30，我们要提前下了哦。堂弟早走了吗？应该是的。反正没看到人，就是走了。欢迎看看也不错，进入直播间。小画家还是没截到活，今天我们直播间抽了好多小画家，啥都没有出。胖虎哥，欢迎口袋里摸鱼进入直播间，谢谢胖虎哥哥，感谢胖虎哥哥再次送上的10个小画家，居然还是没出，怎么会这么坑？真的好黑啊。对，风铃哥哥也抽了好多个，猎人阿哥也抽了好多个，卡都没有一个。对啊，集合累计真的是太黑了。感谢胖虎哥哥，谢谢胖虎哥，不服输的再来一发。因为我总觉得下一个就要出了，因为已经刚刚也刷了好多了，就是没有出。哎，这不出了一张卡，好不容易啊，终于保本。谢谢谢谢，感谢胖虎阿哥，同心卡一张，同心卡两张了，好起来了。恭喜胖虎阿哥喜提3个阿妹，今晚享福了。谢谢谢谢，对，
二年级卡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胖虎阿哥保本了，回来了。对，在这里可以保得住了，回来了。欢迎苏薇，苏薇进入直播间。对，没有血，没有肾亏血亏月亏。仙台哥最近有没有抽？有没有抽幸福券啊？有没有抽到飞机啊？我们能不能抽个三星？对，就是这一会不亏，这一会至少我们回来了。欢迎一人前独醉进入直播间，我感觉暴率低了，大家以后还是少抽点吧。前面抽了不幸福，今天的三星还有希望吗？仙台哥哥，欢迎会玩电脑进入直播间。欢迎城南夜色进入直播间，欢迎会玩电脑。我们还差一个飞机了哦。感谢你的月亮，我的 CC 送的荧光棒，欢迎闪马行空哥哥。大家直播看了这么久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哦。谢谢胖虎哥哥送的踏青游园小樱花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胖虎哥哥。这下凑齐了，我们还差一个飞机。谢谢谢谢，感谢胖虎哥哥。胖虎哥换着抽，谢谢胖虎哥的踏青游园小樱花。春日来信，春日来信，春日来信，春日来信。谢谢，感谢胖虎阿哥。对啊，要是再出个大的，我们今天直接就是三星秒过。欢迎随风飘渺。这个头怎么会这么久一点都不干呢？是因为油吗？好，画家才有大点的，小樱花基本不可能是吗？还有一分多钟，谢谢仙台哥的浪漫花束，谢谢仙台哥，仙台哥他真的有飞机，感谢仙台哥大气，谢谢仙台哥，感谢我们仙台哥哥，仙台哥哥还是深藏不露的，希望仙台哥的浪漫花束和飞机，感谢仙台哥哥。好，我可以解头发了，我可以去洗个头了，我头发都固定了，你看这定型了，还是湿的，没丑，就是有点湿，头发已经全部成这样了。谢谢仙台哥哥，耶，过了过了，感谢仙台哥哥的宠爱。对，要早点休息。谢谢仙台哥，感谢仙台哥哥。我们今天跳了个水，然后待会儿等一下要烧点热水冲一下身上，然后再洗个头，还是可能要晚点睡的。我的脸最近越来越圆了，这是俗称旺夫。大家都辛苦啦，谢谢大家的陪伴，谢谢，我们下明天下午五点再见哦，拜拜啦。招不到女助理，以后让我的堂弟，就是让我等一下不叫他堂弟了，叫他助理，以后叫助理晚上也坐在这里直播。记得洗热水，对，就是要烧热水洗，因为我们这边晚上只有20多度，对，一感冒扁条体又发炎，到现在都没敢去割扁条体，怕得很啊，胖虎阿哥。欢迎月下
最先欢迎大家来晚的哥哥姐姐们，别忘了帮我点个关注，明天下午5点再见哦，拜拜，拜拜了。